第四，这个家庭自发组织的念佛堂内能不能放净空老法师的照片？啊，家里的供佛处能否放净老照片法像？这个无所谓啊，这个像一般呢啊，我们这个念佛堂里啊，对于我们敬仰的老师，我们都供养他的法像啊，就这个很平常啊。